都用。我为什么百分之百相信？首先我自己用，对吧？你们是会员，你们有没有自己用？你要每天用，你的身体不会欺骗你的。啊，每天用。第二，你要去收集看我们全世界的 testimonial， 啊，美国的、泰国的、印尼的、台湾的、中国的哪里？你每天看上去 testimonial 是不是不断的增加你的信心？对不？第三，你要花时间去了解泰赫兹到底泰赫兹是什么东西。你越了解，越花时间去研究，你的信心越来越强，对吗？纯世界在经营什么？各位在经营相信。顾客给你一大堆理由啊，天上鬼啦，这个那啦，因为他不相信你嘛，对吗？对不对？如果他百分之百相信你，介绍什么他一定买，对不对？夫妻之间吵架离婚，为什么？我怀疑你，你怀疑我，偷偷每天借你的东西啊！你去哪里啊？为什么没回来？不相信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，各位？纯世界在经营相信，我是百分之百相信这个产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每天用我自己的见证，哦，我每天看那些中国的见证，我去聊，去谷歌了解泰赫兹。你知道泰赫兹？等一下啊，泰赫兹到现在它的那个用途已经。第一颗那个卫星啊，送上去太空的是科学家，中国科学家送的第一颗6G 的，这个卫星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，中央电视台已经报出来，我们手机现在是用5G 哈，各位，我们手机是用5G， 第一它有这个辐射，同意吗？你在卡哈，你在山洞里面，你在飞机上有来吗？没有来，对不对？6G 接下来我们用的6G 是泰赫兹 frequency 啊，你在飞机上，你在山洞，你在卡哈，它的 light 是满满的。泰赫兹可以穿透木板，可以穿透泥土、钢铁，啊，穿透的。它有一样东西穿透不了，就是穿透什么水。所以你们吹那个水，那个水就变成泰赫兹水，所以你喝上去很有能量。OK， 第二，泰赫兹以后用在什么？用在这个全世界 airport 啊，以后啊那个 security check。现在有时候你们去那个机场 airport 的时候，你看到有一架很大架的东西，哇，那个很贵的价，差不多有一些会差不多讲钱吧。上海科学研究院呢，他们已经试验成功，你知道他们做什么试验吗？他们叫一个人穿着那个 jacket， 里面放各种各样的物品，还有面粉什么，一过那个 machine 哦，全部出来了，它的速度快10倍。第三，泰赫兹用在什么地方？其实泰赫兹是美国的科学家发现，在80年代发现，他们发现到这个泰赫兹能够对人体的健康很大的帮助。他们不谈的人结婚，他不要有病，因为可能影响那些什么。传到日本，传到中国，中国的科学家很有爱心，发现到这个泰赫兹光波叫生命的光波，对人类的健康有帮助，就把它发扬光大。所以那个第一台很贵嘛，对吧？哪里能买得起哦？100万美金嘞，300万人民币。那个科学家很有爱心，他要普及大众，他希望这个泰赫兹能够进到每家每户，所以出到我们的第五代，就是我们的什么 ？IKK 的太阳。哦，此时此刻我们应该给我们的科学家一个掌声啊！泰赫兹简单讲哦，那刚才我讲泰赫兹改变全世界哦，被纳入为10大黑科技技术之一哦。它的主要原因，你们看到那些见证，这个不是魔术，知道吗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些，有一只那个羊，旁边有包着一个蓝色的布尼哦，哦啊。那只还是在忙碌的。啊，没事情哦，等一下，吹了，起来，那个鸟，台湾的哦，那个有一个我们的会员啊，很有钱的，啊，有钱婆，哇，网络啊，发也很大，有人去上课，看到有只鸟在地上，那个鸟是鸟巢听嘛。抓着鸟来看到，奄奄一息还安稳啊！千万啊，你不要讲死了，灰飞火过来啊！你们不能抓着，还没死，奄奄一息，只要还没死，就有机会啊！啊，吹啊，又活过来哦！然后他讲见证，他讲哇，这只鸟每天在那个树上那边叽叽叽叽叽叽唱歌给他听哦，他自己讲见证的，难道他自己骗自己吗？对吗？我刚刚收到那些见证，印尼的一个老太太卧床。6年，他儿子听说这个东西很厉害，美国人叫做 Magic Wand 小魔杖啊，以后你们改口这个叫小魔杖，不是假货，以前哦，小魔杖。
就背他的妈妈来，所以一次罢了。他妈妈竟然给你起来头，你信吗？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觉得哇，少见鬼怪嘛。现在我麻木了。你知道那些人呢、啊，特地来到我面前，握住我的手，流着眼泪说：“这个产品救了他全家。”你知道那种快乐，那种买不是钱买不到的那种快乐，各位，这是真实的。太赫兹为什么对我们身体有帮助？我们不要讲这个可以医什么什么啊，因为这个东西我们要懂得啊、哦，懂得怎样去适当的用词去讲解。简单跟各位报告，太赫兹第一个功能，它有穿透力，穿透多少？20到30公分，对不对？你一吹的时候，它直接打到你的经络，打到你的骨髓，对吗？身体所有骨，不管在哪里，骨在血管，骨在经络，它全部给你打通。你知道人身体的毒啊，有它，它给我告诉它是很严重，万病的根源是堵塞，是气堵。一堵了什么？细胞发炎，对吧？各位，细胞发炎也来病炎症，再严重是癌症。现在很多人中癌症，最主要是有它。我们生活习惯太糟糕了，对吗？各位，你知道95%的人不是自然死，是病死的。这个世界已经病了，各位，这是事实啊，你要去面对的。这个堵有多严重？你家的马桶堵了，那个大便冲不下去，你住得下来？会给吵的哦。你家的水沟堵了，进水了，哇，涨水了，对吗？堵有多严重？所以这个你每天出，因为你知道，你不知道你里面哪里地方堵嘛。而且中医讲，有时候我们有不听了，塌贴了，又麻沙沙，又针灸了哦，啊，又加药了，那个永远解决不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它堵在里面，通不了啊，所以你出。把它打通，所以为什么那些人痛住了一次，5年6年痛住不皮烂了哦，买对好铁啊，加油加桂泥，吹不到一个礼拜，买对没有了哦，为什么？中医讲痛就是不通，通了怎么样就不痛，明白吗？所以太赫兹它可以把你的身体任何堵塞的东西把它吹好。刚才我讲见证，我很瘦，吹了变胖。那些胖的不用担心，哇，这我很胖，我吹了不是更加胖？哎，胖了吹了就变瘦了，哇！这个你们有看到的见证吗？有我们很多哦，啊，你不要担心。OK， 第二，科学家发现到，我们人的细胞啊是被催人的，啊，它会发出一个波长啊，这个波长跟那个太赫兹的波长是一样的，叫同频共振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 video 啊？那个苹果机它噔，那个乒乓是会动的，对不对？人生它放一样的波长，噔，那乒乓砰，然后它出来了。你知道吗？这个插电啊，一吹到我们身体的时候啊，当我们的细胞一接受到这个开了的时候啊，它的白就开了，噪音。它杀死你的 HD， 对，我们的细胞，我们的五脏六腑是什么做的 ？Cell， 你的细胞健康，你的五脏六腑。为什么所以学你的？因为 the best doctor is our body， 世界上最好的医生是什么？我们自己的身体，它激活你的细胞，所以你要每天用，每天养成好习惯。啊，我给人弟弟一个灯亮，啊，灯亮不是说没希望，还是有一点，只是比较长命，就不会受疾病的痛苦，所以这个是一个福音来的，各位。啊，同频共振，你看我们收 radio 啊，开收音机啊，啊，这边是流行什么988是吧？你一定要调刚刚好988 music 摆到你出来啊，要看同频什么共振。你知道 baby 啊，那些傻孩子回来，哇，整天爬上爬下，跑来跑去，跳来跳去，不累的哦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知道为什么？科学家发现他的修里面那个 delta 是满满的，所以你每天吹它，帮你涨你的 energy。所以这两个原因，所以它 this is not a magic， 这个不是魔术，这个是科学的，了解吗？你想一下吧，各位。你们想一下，马来西亚的直销公司 product made in China， 美国人，现在我们业绩都最大。美国人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，一直在磨，他不太相信什么见证热纳，他不太相信，他要看你的 test report， 对吗？各位，美国我们做最大，证明什么？ We are sitting on the gold mine， 各位，如果你真的像我一样100%的相信。相信的力量，人因梦想而伟大，是因为人相信。你知道123年前，
有一对兄弟叫做莱特兄弟，莱特兄弟发明什么？Right brother， 维基啦，123年，这两兄弟讲，像存在那些人每天可以在天空上飞，奇笑，人就没有翅膀，啊对，龟，哎，你说多少人不能飞？多少人说是这一起不可能的改变 ，impossible， 但是他们是怎么100%的相信，是100%，就好像开水，你要煮那个开水。99.99%开水不开不了，对不对？开水滚烫到滚多少度？100%。你今天相信我们的产品是100%，100%，你就很无惧的到处跟你的亲戚、你的朋友看到了，你去分享，对吧？看到了你就帮他去吹。所以成功的秘诀在什么？各位，100%的相信。要怎么样100%的相信产品？你每天要用，你每天要去看见证。你每天要去了解开车知识会，像你就会建很多的群，然后你会做什么？发签证给你的朋友，这个叫100%。相信没有，就好像我当初哦，一个人，我不能够一点点怀疑的，在这么严谨的情况下，对吗，各位？然后那些相信这个产品的人，100%还在播嘞。哎，好消息告诉你们了，2024年叫九紫离火，你们知道吗？金木水火土，明年是火印，前20年什么印啊？土印。怪不得哦，这个时势啊挡都挡不住。当土印快要结束的时候，啊，恒大、碧桂园收获全中国3大巨头房地产都暴雷了。你们知道吗？这个新闻，土印已经过了，明年什么印？2024火运，火是什么？回归期。火是怎么样？热。我们的产品有没有回归期？有没有热？我逼汤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产品啊，如逼汤。这个产品会不会啊？信吗？我是100%相信吗？你信吗？信。哦，信不是嘴巴讲啊，要去实践的嘛。如果所有的相信是没有行动，是假的。OK。信，你看我当初相信，我叫做孔明问，我到处去跟人讲，就我一个人啊，你看一个人的信心满满，改变了怎么样？很多我们的会员的生命 ，from zero to hero， 你说我们的 top income growth 它是100%的相信。我去到菲律宾的时候，我们的1周年纪念，我跟他讲过了，你一定要带很多你的下线来，哇，我讲什么他100%相信。拼命的带拼，我们1周年纪念，菲律宾团队来的最多。你知道为什么菲律宾第一个皇冠大使是郭亮，而且他团队里面是最多蓝宝、红宝、翡翠。而且2024年呢、啊，除了这个离火印啊火啊，而且、啊、中年女性，恭喜你们了，是你们的年了、啊，你长你红啊，不然。所有男人拜托你们的，以后很多的总统，以后很多的生意成功的都是女性，怪大怪不得我们第一个皇冠大使都是女性，可是中年的郭亮，他的书法，他就是那个在表面的讲，魏景刚啊，又在老街里差不多涨多钱，都能满逼金的，他7个国全部加起来超过50万美金啊，明年1月份在泰国上去啊，他的收入会破1800万美金。啊，等一下我跟你讲，可是你们不要忘记问我，哎，为什么能够赚这么多钱？直销为什么能够赚大钱？记得啊，听我讲的，没错，我忘记那个 point 啊，如何赚大钱的秘诀，我告诉你，等一下问我啊。OK， 看到吗？2020年什么年啊？过年。所以欢笑多一点，重点的，好不好？美容是第二。第三归斗啊，这个应试啊，时势造英雄啊，英雄很能造时势，对吗？各位，这个机会来了。好了，等一下有什么这些经营做生意的东西，你们可以尽量问我哦，把我的东西，我学会的东西全部挖出来。你知道全世界哦，有钱人啊，穷人、富人，人生离不开。钱和什么？时间嘛，啊 ，money and time。人做什么决定？决定改变命运，对吧？做对的决定。
人生要经常做很多决定，对吗？人超级敏感，早上起来你就要开始讲今天要做什么，我要去见谁，我要吃什么，我要穿什么。但是人生最重要的决定，改变命运的是什么？各位，赚钱的方式。罗伯特·基奥萨基，我们知道罗伯特·基奥萨基《富爸爸穷爸爸》的作者，他讲一个最经典的话，这句话创造了很多的亿万富翁，因为他们醒觉了。他讲什么？你要赚大钱，一定要赚什么？被动收入，叫做 passive income。 什么叫主动收入？主动收入要不停地干，不停地干，不停地干，干到死为止你才有钱，那个叫主动收入。我们要认清楚啊，各位，我以前就是明白了这个道理，速度在慢，买卡钱要去拼了，去赚被动收入。各位，富爸爸穷爸爸里面96%，叫第一个叫 employee 打工。我们在学校读书，大学的时候也好，学校的时候老师有没有叫我们怎么成功探寡寂寞？哦，学知识罢了嘛。哦，老师讲什么？我们爸爸妈妈讲什么？还记得吗？哎，滚了他去，滚了他去，哦，老爸啊，然后进 university 带四方帽出来探寡位，对吧？错了，工资不出头，一出头入土为安，对吧？丢啊，土啊！这个是赚主动收入，要不停的干，不停的干，不停的干才有钱啊，兄弟们，丢啊！第二呢，哎，上点官啊，做医生啊，做炒粿条啦，啊，你的手不可以凶啊，还擦啊，还开门才有生意，对不对？对吗？这个叫做什么主动收入？我们很多人从这个左边，但是当你明白，你从左边走到右边，这个叫那个什么？建立行销通路，叫被动收入。什么叫被动收入？有些人当他懂了这个道理，他很多钱，他去找新加坡那些好的，他买下来，买了5间，收租，每一间门班，5间多少？10万，直接到就是收租。平时做什么？喝咖啡，聊是非，晒月亮，假空，说病，假假，对不？其实这来，全世界最厉害的被动收入是什么？政府啊，你看啊，政府要盖房的时候啊，他首先先接什么？接你的摆，对不对？啊，水龙头啊，你看，每家每个是不是有水龙头？当你打开水龙头的时候，钱就流出来了，对吧？谁收？政府收啊，那个是不是被动收入？理解吗？所以你要成为有钱人，各位，你一定要赚被动收入。直销就是不断的倍增，而且我们的平台是全世界，这些每个顾客都是你的给钱人，而且这些只要产品好，有说服力，产品会说话，会唱歌，开始跳舞，你就不断推广推广。所以时间一年、2年、3年，什么情况？你的网络会到全世界各地。当你的团队建立很庞大的时候，请问你是不是赚被动收入？赚大钱不是靠自己一个人，是靠自己一个人在24小时，对不对？是要建立庞大的行销团队。当你醒觉的时候，所以我感谢我的老师，啊，我找对了，啊，每一个成功的队里的教练，他一句话打醒我，所以书我就不读。以前我读会计的，我读翻译，我以为要成功要赚大钱，一定要带四方方，哇，不亮点，不亮点。后来我被人家骗进去那个直销的课程啊 ，MV 嘛，啊，最后他说他请一个那个抓鱼的小学3年级哦，哇，走路还记得叫他上七楼，啊，上七楼说那时候没有给看去，啊，我念什么都不懂的，我是抓鱼的赶工的，啊，你看我做这个生意啊，我什么都不会讲，我只会带人，我一个月赚24000，哇，我就不夸张，哎，30几年前呢。如果我当时薪水是2000块，哇，一年多少个月？12个月。请问一年我赚多少？不要吃不要喝，那两个薪水嘛，30几年前哦。哎，那个抓鱼的我卡切嘞，一撮被他满死嘞，一撮被他撮死你嘞，我老嘞。我这个人很好奇的嘛，因为我很穷的，很惨。我想要成功，我不想要穷，各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来这个世界上一次，所以你要相信你自己。我刚才讲相信的力量，你知道我啊，
学了很多东西，我很爱上帝给我们人类最大的礼物。各位听清楚，今天不管你多少岁都没关系，从今天开始啊，你掌握了上帝给我们最大的恩惠是什么？学习，学习啊 ，learning， 学。人跟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动物不会学习。人学，养成好学。当你很好学的时候 ，OK， 很多时候讲我们很难啊，很难很难啊，做直销难不难？来讲讲这话难不难？难哦，观测不到人，卖不到人。OK， 为什么？哎，我经历的过程，我跟你们分享啊，难不难？很多人讲难啊，为什么难？为什么？没想过，要多想哦。为什么难？啊，睡不啊？为什么难？各位，因为不会嘛，不会就难哦。有多少个会游泳的？会游泳举个手。没有多少个，没有多少个会游泳，很少。那些会游泳的，举个手。游泳对你们来讲难不难？会游泳的还会难？不游了。会游泳不难的哈，随便跳进河里面游泳池，海边你都会游嘛？为什么？你会了嘛？你看难是因为什么？不会嘛？当你会了，你就不难了，对吧？要怎样才会？通过什么？要养成好学习。以前我的老师跟我讲啊，提问，你永远不要忘记，你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你打败了你很多兄弟姐妹。You are world champion， 你是冠军。那一个晚，啊，狂风暴雨打电闪雷的时候，我爸和我妈很兴奋、很热忱，那一刻就是我，对不对啊？那时候我啊，我看到我的，而且听说根基哦，碰出来的时候，一亿了嘛，我要打败一亿个对手啊！我的兄弟姐妹，我干掉，把他们干掉一亿个，我才来到这里。你知道吗？对吗 ？You are world champion。相信吗？相信相信的力量，你相信吗？你要信你自己，相信产品，相信我们公司，相信这个制度，相信直销是全世界是最好的生意，因为它不用你学历，也不用你的条件，也不用你的背景，对不对？只要你真心学习，相信投入付出，你就可以改变你的，除了你改变你自己的命运，你改变你的家族的命运，改变你下一代的命运。我就是这样，当我了解成功一定有方法，我就往实力干。OK， 我们的方向是对的，只要你的方向是对的。OK， 如果你方向是错的，你怎么努力是管用的，对吧？对吗，各位？所以今天我们了解直销是真的很棒，自己得到健康不敢改变的，爽不爽的？而且哦，怎么说呢？新加坡哦。我以前来过新加坡，我以前做经销商的时候，新加坡的业绩做很大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这次会来到新加坡？因为新加坡市场还没真正开始，你们是一批白领。以后新加坡如果有几百万，以后新加坡我们有自己的 building 的时候，你看到我讲这句话，我不是讲耍风的，因为我百分之百相信。不到两年的时间，我们在吉隆坡买了90栋的 building 了，啊，那涨了。